是谁？那个资料说三岁，我们刚才彩排的时候，我们说三岁，他说我已经长大了啦，我四岁了，我包白刀。<笑>对，我觉得大家现在很想看到庐山真面目啊，因为都只是看到那个骨架，看到那个弟弟，看到了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他是三个小弟弟，只有这么高。好，他已经迫不及待在秀技了，我们马上把时间交给他们，好不好？是我们有2007年人间姻缘争取比赛马来西亚区的冠军贾杰。 还有他的儿子哈尔，掌声欢迎！大家晚上好，阿弥陀佛。其实我跟人间姻缘是非常的有缘，就是从我这一代，我爸爸那一代，到我下一代，已经三代。给大家这一首感动，看我小瓜准备好了没有？ 有了感动就能自足才能，心心不懈；有了感动就能自他呼应，为人着想；有了感动就能心甘情愿，人老人怨；有了感动就能不怨不悔，勇往直前；有了感动就能知足才能，精进不懈。 有了感动就能自他呼应，为人着想。感动的心无心无想，却能和人心心相印。感动的心无心无想，却能和人心心相印。感动，感动，感动的世界之美丽。感动的心无心无想，却能和。 感动的心无心无想，却能和人心心相印。感动，感动，感动的世界最美丽。感动的世界最美丽。 人老人怨，有了感动就能不怨不悔，勇往直前；有了感动就能自足才能，精进不懈；有了感动就能自他呼应，为人着想。感动的心无心无想，却能和人心心相印。感动的心无心无想，却能和人心心相印。感动。 感动的世界最美丽，感动的世界最美丽，感动的世界最美丽，感动的世界最美丽。 感动的心无心无想，却能和人心心相印。感动的心无心无想，却能和人心心相印。感动，感动，感动的世界最美丽。
谢谢。哦，帅不帅呀？他不想下台了。我们浩文呢，今年才4岁，再一次呢，给他掌声鼓励。浩文，你要跟大家说谢谢，再一次掌声。贾杰，你到底怎样教他的？那贾杰呢，在2007年得到马来西亚区的冠军过后。去到台湾参加这个世界决审的时候，那时浩文1岁还不到，就带他去了台湾佛光山，然后参加比赛。所以浩文呢，也算是我们人间姻缘的小宝宝吧。对对，其实他是在台湾佛光山学会走路。哦，真的真的，去的时候还不会了。那我们已经被浩文的小粉丝啊，你懂吗？挤到一边了。